何、mm. 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讲记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大家翻开经本五百七十一页，五百七十一页倒数第三行，我们从经文看起。 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，对对地方。尔时，世尊从顶门上放百千万亿大豪相光。世尊讲依教修行的人，得到天劳地神。 欲界天、色界天天王的拥护，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先说出来。说完之后，释迦佛从顶门上放光。本经一开端，佛放大光明云，结束时又放大好相光。 活在这一会上，前后多放光。许多大圣经典当中，经上所说的放光，通常只是一次，放光两次、三次的比较为稀有。那么《地藏经》啊，开始放光。 到当中这个如来赞叹饼也放光，然到这里啊，我们又看到放光，啊，就是佛讲这部经啊，前面、当中、后面都放光，三次放光，那这个是啊稀有的经典。那么下面呢，引用科注啊。 自尔时，自告诸大众，皆经家所续之文，集结经藏之人，记录当时的状况。恰遇地神护法品后放光时，为正前起后，令诸众生睹向悟心，各个自知一段。 不思议，本有之常光。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。大众听经接近圆满，让大众见到内相，能开悟。悟什么？世尊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信。正所谓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本经是讲。 六道三途的状况，六道三途是自性变现的，没有离开自性。顶门是头顶，从头顶放光，不是常光，是放光现论啊。所以佛的光明有常光放光，啊，常光就是平常这个光明都一直有。 啊，没有间断的啊，这是常光。那么放光啊，就是看因缘了啊。放光啊，不是常常放光啊，有这个特殊因缘呐，那么佛才放光、啊、放光现瑞。由此地藏妙相加名，瞻礼称念而尽于极国者。 啊，由这个地藏菩萨啊，这个他的这个妙相啊，这个形象，他的这个名号啊，那么瞻礼啊，礼拜称念啊，称念地藏菩萨圣号，而达到啊这个结果，就是悟入自性。 啊，就是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，让我们悟入自信。我们修学要从地藏法门学起，地藏代表心理建设。如果不是一个好心、善心，就无从修学。地是心地，藏是宝藏，宝藏比喻智慧得能。 我们真心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德能，那叫地藏自信的智慧德能。用什么方法开发？孝敬。孝敬如何落实？要把一切有情众生当做是自己过去父母、未来诸佛，当做还是隔一层呢？啊，不能当做啊，真的就是过去生。 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啊，也是未来的诸佛。那么这一段啊，就是啊，在这个讲记当中啊，我们敬了和尚啊，给我们解说啊，这个佛啊，在这个时候啊，从这个顶门上啊，放百千万粒大毫相光啊。 主要的用意在哪里？好，我们下面请看经文。所谓白毫相光，大白毫相光；瑞毫相光，大瑞毫相光；玉毫相光，大玉毫相光；紫毫相光，大紫毫相光；青毫相光，大青毫相光。 碧豪相光，大碧豪相光；红豪相光，大红豪相光；绿豪相光，大绿豪相光；金豪相光，大金豪相光；青云豪相光，大青云豪相光；千轮毫光，大千轮毫光；宝轮毫光，大宝轮毫光；日轮毫光。 大日轮毫光，月轮毫光，大月轮毫光，宫殿毫光，大宫殿毫光，海云毫光，大海云毫光。啊，这个是，呃，佛放光，列出三十二种毫光。 啊，佛放的三十二种毫相光，毫是白毫，佛眉间有两根白毫，是三十二相之一。我们常常唱赞佛记》，白毫宛转五须弥。”佛的报声很大，两根白毫盘旋在一起，犹如一颗宝珠镶在眉间。 啊，这个有多大呢？啊，有五座西弥山那么大，那这个我们无法去想象，啊，这个报声太大了，不可思议。活的白毫常常放光，啊，就是从这个白毫当中常常放这个光。啊，那下面呢？科注。毫相是一即用之体，光色不同集体之用。 多即是一，三十二就是一。毫向光一即是多，毫光有种种颜色，各不相同。一是讲体，多是讲用。啊，用是它的作用。啊，那么体是一个。啊，一个体，那么它有很多方面的作用。 体虽然是一啊，作用啊不同。法华文句用五色比喻五道啊，这个在法华文具啊这个经典呐、啊、里面讲啊，这个注解法华经的那么它里面呢、啊、用这个五色啊来比喻五道。 青辟地狱因果，黄辟恶鬼，赤辟畜生，白辟人天。啊，那这个是啊，这个五种颜色啊，青、黄、赤、白啊，这个五色啊，比喻啊五道。白毫相光。 众生认为白色是本色，佛恒顺众生，唯有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。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啊，在画图啊，啊，这个白纸，那你要上什么色啊，那都可以上。啊，所以白色啊，就是我们众生啊，认为这是所有颜色它的本色啊，它本色是白的。 所以，白色可以接受任何的色彩。大智度论云：“白毫眉间字，白光与琉璃，在因行不失时，是可前人意。岂自在业因缘。”这是引用《大智度论》的一段啊，一段论文。 佛的白毫在两个眉毛当中，啊，就两个眉间，啊，就是两眉中间呐、啊。他放光的时候，光色庄严超过琉璃。佛的白毫像是布施得很自在，布施得适合人意，这是他的需要。 才成就这个相好啊，就是佛为什么他会有得这个相啊？这个也是因果了啊。佛在因地，那么他修布施，他布施的很自在，他接受布施的对象啊，很适合他的需要、啊、刚好是他需要的啊，都能够适合人意。 啊，自己自在的布施，接受布施的人啊，他正是需要。啊，这个才成就这个相好。佛教化一切众生，教什么？教布施。布施就是舍放下，一切能舍尽，这个人就成佛。虽然在舍，没有舍干净，这个人是菩萨。 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。舍内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舍尽，能舍尽就超越轮回。啊，内心啊，要把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六大烦恼啊舍得干干净净，那能够舍尽啊，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 外面呢，要把五欲六尘呐、啊，财色名食睡、色身香味触法，死干净，都死尽了，啊，内外都死，那我们就超越了，啊，六道轮回就超越了。佛教导我们要死，依据什么道理？啊，他是什么理由啊？ 要我们死。啊！我们世间人呐、啊，都是想要得啊，都是想要得到啊，要取得啊，要控制，要占有，要支配。那是什么理由呢？啊，这个根据什么道理教我们要死呢？ 万法无所有，三心不可得。啊，这个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。啊、外面所有的现象，五意六尘无所有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你怎么能？你怎么可能得到？希求想得到它，错了。 这一念起来就搞六道轮回啊！那我们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？因为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真相啊！在这个幻象当中，我们要去取得，要得到它啊！这个念头一起来就造业了，这个念头起来就是迷惑了。 迷惑就造业，造业就受苦了，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了。那佛给我们讲啊，一切法幻有，它不是真实的，它不是真的，假的啊，就是我们身心世界了、啊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啊，都是希望的妄想。那引用《金刚经》讲的。 这个很有名的啊！你看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无论什么相，都是虚妄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佛在《金刚经》啊，教我们要看破事实真相。 事实真相看破了，自然就放下了。放下就丝毫不勉强。啊，放不下就是因为没看破。啊，没有看破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看破了，所有话都是假的啊。啊，那种控制、占有、患得患失的心，就完全。 消失了就没有了啊！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，你想得也得不到啊！啊，那得不到很冤枉的啊！我们在这个希望的世界当中起惑造业受苦啊，所以佛说我们在六道受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，是冤枉苦啊，冤枉啊！ 如果你真能得到，那还有道理，因为这些都是希望的，都得不到。那么在这个当中啊，受这个希望轮回之苦，那很冤枉啊！因为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啊，那知道事实真相，看破放下了，死得彻底了。 就得大自在、大解脱了。所以三心不可得啊，这个是也是《金刚经》的经文了。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啊，我们说过去心，那过去就过去了，你你你还能找得到吗？找不到了。 你说现在，现在马上过去了，未来，未来还没到，啊，所以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都不可得啊，你都得不到啊，啊，刹那在流逝啊，不但没有能得的心，也没有所得的一切法啊，就是我们总是。 想能够去得到，啊，这样的心理，这样的想法，那这个心它本身就是不可得的。你能，你想能够去得到的这个心，这个心本身它就不可得。啊，不但没有能得到的心，也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。那外面呢、啊，一切法也没有。 这个《般若经》讲的啊，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所有，不可得啊。因为它是空的，无所有，本来没有啊，你也不可以得到的。所以，真正明了事实真相，万言放下，身心世界都不可得，这是佛的境界，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。 境界内啊，就是内心有一个德的念头啊，外面有一切所有啊，这是全迷了啊，全部都迷惑了。行布施，令别人觉悟，这才是事可人意。 啊，就是我们布施啊，那帮助人觉悟啊，不是帮助他迷惑颠倒啊。所以，我们这个布施当中啊，最重要要有一个法布施啊。除了财布施，主要要法布施，法布施才能帮他觉悟。那不是他想要钱财，他就得到财富，那是满足他贪嗔痴,痴的。 意识了啊，满他的意啊，他的意愿就是贪嗔痴，帮助他增长贪嗔痴，那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，所以适可而力啊，最重要还是要有法啊，法布施啊，所以我们佛门啊，布施救济。 最重要啊，这个当中要有法布施啊，让接受布施的人他能够觉悟过来。由此可知，所有现象是原生的啊。我们今天得的身体也是缘，一生中所遇到一切人事物也是一个缘，缘也不是真的。 啊，言的现象是刹那生灭。啊，和合则生，言善则灭。那么，当言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当体即空，它当下也是空的。啊，不不用等到说散了才是空。啊，当言聚合在一起，当下当体是空的。 啊，延散了就消失了，就空了。那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。啊，那这个佛法有虚空观跟体空观啊，虚空观就是分析空，啊，分析到人怎么聚合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呐、啊，人怎么分散，啊，这样透过啊层层的分析，那、啊、知道这是空的。 那体空观呢、啊？就是说，当体它就是空的了。啊，言即言善，它当体就是空的，当体就是不可得。啊，因为它刹那在生灭。啊，这个现象存在的时候都不可得了。啊，那当然这现象没有了。 不可得，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啊。就现象还存在，也不可得啊。啊，所以言也不是真的，言的现象啊，是刹那在生灭。了解事实真相，那就自自然然跟活菩萨一样了。在这个世间，跟人结善缘，不结恶缘。所有一切恶缘要化解。 冤家宜解不宜结。遇到冤家来折磨我，我欢喜接受，没有一丝毫怨恨心，而且还生欢喜心。为什么？这笔账还了。他折磨我，他找我的麻烦，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？自己立刻警觉到是缘。我过去难为他。 这一生中遇到他难为我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。觉悟的人欢喜接受，报完了，下一次缘再遇到，那就欢喜了。《涅盘经》有个故事有一天，格利王出外打猎，遇到一位修行打坐的菩萨。国王带去许多宫女见到菩萨，清净庄严，慈悲。 向菩萨请教，啊，国王看到怒气冲冲，啊，那么他以为啊，啊，这个修行人在调戏他的妃子，怎么他的妃子通通跑到他那里去了？啊，他很生气，啊，就将这个菩萨呢凌迟处死，啊，这个身上的肉啊一片一片的。 割下来，啊，不让他一下就死，让他慢慢的死，慢慢痛苦的死，啊，这个叫凌迟处死啊，那这个这个很残忍，啊，但是这个菩萨啊，这个修行人啊，忍辱仙人没有丝毫怨恨心，啊，所以当时他忍辱波罗蜜就圆满了。 啊！而且这个菩萨还发愿，我将来成佛，第一个来度你。当时被割截身体的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，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割利王啊，就是教成如尊者，的前身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这次到地球来。 实现第八次、千次成佛啊！那第一个剃度的就是乔成如尊者，啊，乔成如前身就是割利王，啊，那再次遇到，关系就处得很好。那那过去也是过去生结的恶缘呐，啊，那恶缘呐，冤冤相报，那这一次啊，他来报复，啊，欢欢喜喜还给他了。 啊，这个冤结就化解了。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事，怀恨在心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永无终止，非常可怜。忍路仙人对歌力王不失慈悲忍路禅定智慧，这才是适可前人意。大白毫相光。 三十二句十六对，每一对的意思都相同。后面加个“大”字，更为超胜之意。啊，这个“大”是很超胜、很殊胜啊的意思。下面讲瑞毫相光，瑞是祥瑞。古时候啊，以玉。 作为祥瑞之标志，也用玉器啊做信物凭据，啊，这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啊，这个玉啊，是一个祥瑞的一个标志啊。所以有一些人呐、啊，他啊去买那个玉啊，佩戴在身上，啊，听说如果遇到什么危险呐、啊，这个玉啊会保护。 啊，所以它是一个祥瑞之物，啊，也作为啊信物，啊，作为凭据的瑞呢，表地藏菩萨给六道众生的凭信，依照地藏菩萨所教导的理论方法修行，就能超越三途六道，这是祥瑞的凭信，称为瑞豪相光。 大内豪相光，内豪相光当中最殊胜的啊，所以这个一对啊，它这个内豪相光在后面，在一个大内豪相光啊，那这个这个放豪光啊，那么有豪光啊，还有加一个大啊，这个是表。 最殊胜，一毫相光亦具温润之德，雕琢可做出许多器器。一毫相光表六道凡夫，要使六道的习气培养性德，远离六道，去入圣贤的境界。子毫相光表杂类众生获益，一切。 众生习气染污造业，果报不相同。只要见到佛光，都能得利益。得利益的大小厚薄，也因众生而不相同。那么这个紫毫向光啊，就是众生种类无量无边呐、啊。那么。 一切众生啊，各个人的习气呀、啊、染污造的业所受的果报也都不尽相同啊。但是只要见到佛光，都能得利益啊。得到利益大小了厚薄啊，也因众生各有不同，青毫上光。 啊，这个下面引用科注讲：表地狱黑夜，游之生气满盈，发菩提树之枝。佛放光是同一光，佛现象是同一相，各类众生所见的不一样，境随心转，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，都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。 无论见到什么样的色相、什么颜色的光，都能得到利益。那佛放光都是平等的，佛现象也是平等的。啊，在《无量寿经》佛也讲啊，啊，这个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啊，佛说法的音声也是一个啊，一个音声，但是众生听到就是讲他的原理。 像佛现象也是一样，佛现象也是一个线但是每个众生看到的像不一样。啊，中国人看的是中国的像，外国人看的外国人的像，啊，都各个不同。碧好相光啊，碧是深青色，碧绿。科注，此表地狱中立根。 如调达在狱，乐如三禅，色王入地狱，战入即出。啊，调达就是经典上讲的提婆达多了。啊，他要害死佛啊，啊，要来取代佛的地位，他造作的恶业很重，啊，忤逆忤逆罪啊，多到地狱。 提婆达多也是菩萨示现，不是凡夫。好像唱戏啊，扮演反派的角色，他演的很像。啊，造作恶因，当然也要感受恶恶报，堕地狱了。啊，他是真的堕地狱了。啊，但是他在地狱有没有受罪呢？ 有没有受这些地狱的罪苦的？没有。他在地狱啊，他快乐啊，好像在三禅天一样啊。在我们这个六道里面啊，天道啊，这个三禅天是最快乐的啊。所以这个四禅天呢、啊，第三禅是最快乐。啊，他为什么这样呢？他是从反面来教化众生。 就这个恶不能造，你造了就跟我一样做第一。啊！造恶必定受恶报啊！因为他是菩萨示现的啊，所以他示现堕第一这个相啊，但是他在地狱啊，他没有地狱的苦啊，因为他是菩萨示现。那如果是凡夫就不行了啊，那堕地狱肯定要受这个地狱的苦报了。 阿瑟世王也是菩萨世界，临终忏悔的快，第一项现前，他没有堕地狱。那这阿瑟世王啊，杀父害母嘛、啊，也是忤逆啊。那提婆达多是出佛身血啊，啊，两个人呐、啊，造的都是忤逆罪啊，啊，都是地狱的罪业啊。但是阿瑟世王啊。 临命终啊，他忏悔的快，啊，就回头很快，啊，看到啊第一项现前了、啊，啊，赶快忏悔回头，啊，念阿弥陀佛啊，啊，求生西方净土，啊，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啊，听说品位还不不低，啊，上品终身。 那可见得这个临终忏悔啊，一念回头啊，他很猛力的回头啊，他业障啊消得快，品位提得高所以这个观经讲五逆十恶，临终遇到善知识，劝他训练念罗求生净土，他马上忏悔回头放下。 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能够一念到十念，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下品下生啊，五逆十恶最重的了啊。那么这个阿舍氏王啊他是五逆十恶啊，但是他却能往生到上品终身。啊，可见的这个临终忏悔啊。 个人的力量大小啊，如果力量大呢，他也不一定是下笔下身啊，可能更高了啊，品位更高。那么下面几出唐朝张善和啊，这个在《净土圣贤录》都有记载啊。张善和也是临命终的时候第一项先前。 那这个时候啊，他喊救命啊！啊，有一位出家法师从门口经过，啊，听到他喊救命，啊，就这个这个就进去看看了、啊，到底什么事情？啊，那张善和啊，他生平啊是杀牛杀牛为业的，就现在讲做屠宰业的。 一生牛杀了很多，那现在临命终了、啊，看到很多牛头人向他索命了、啊，这个是第一项现钱。向他要命。那他就给法师讲啊，难道他我看到很多牛头人啊，要来向我讨命啊，啊，我一生杀牛杀很多，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来了，啊，向我索命。 啊、他自己知道这个是第一页了。这个时候，法师赶紧点一把香，递到他手里，叫他赶快啊，信念念佛啊，大声念阿弥陀佛，求阿弥陀佛接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然你就堕地狱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啊，相接过来啊，就大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啊，念了几声之后呢，就告诉法师了。 牛头人不见了啊，啊！这个时候，一些家人，啊，这个这个邻居，啊，也来看，也都看到了，啊，他说牛头人不见了，啊，法师劝他呢，你赶快再念佛，啊，再念没有几声了、啊，啊，他说,说阿弥陀佛来了。 啊、他要跟佛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所以他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么张善和他没有说出往生的品位，啊，但是啊，最少他也是下品下生嘛，啊，那下品下生就超越六道了。啊，所以偶遇祖师讲啊，人家问他你往生的品位希望在哪个品位？ 我一组织讲啊，我能下品下身我就很满意了啊，因为下品下身都超越六道了啊，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。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利德的人呢、啊，知道忏悔回头，从这个地狱他就直接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。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四十八页有这一页啊，三恶道中。 三恶道的众生无我名号，啊，一生我国啊，念佛要求生净土，能直接从三恶道、第一道、恶鬼道出生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都有。在净土圣贤录，我们也看到有出生到往生的。那么三恶道往生的大部分都是。 生前做人啊，都有学佛，有修念佛法门。那临终一念差错，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，都到三恶道去。啊，在三恶道遇到活菩萨，遇到这个缘，又启发他这个善根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善根比较深厚，根气比较低的，他就可以从恶道啊。 直接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！所以这个地地方讲啊，这个造作第一罪业根性利的，知道忏悔回头，也能从这个地狱啊往生极乐世界。红毫相光，科住此表畜生由闻明见相及发心加行。 这个科注里面讲啊，这个表畜生道众生啊，文明听闻到佛的名号，见到佛的形象啊，他就发心了、啊。加工修行。畜生修行的很多，故有如此。 物由如鼠是一本书，啊，是记载畜生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。在《影城回忆录》啊，谭旭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，啊，在中国大陆安徽省温州，啊，这个我们如果同修去大陆旅游啊。 啊，有很多人都去过，啊，我们也常去，啊，这个头陀寺啊，我也去过。那么在温州头陀寺，啊，那个时候地贤老法师是方丈，有人送了一只公鸡来放生，啊、这只公鸡很有灵性，每天跟着大家做早晚课，课送完了他就出去。 那往生这一天呢、啊，客送完了，他没出去，啊，大家这个都走了，他还在大殿啊，绕佛、啊，这个香灯师就请他出去了，啊，那这个是公鸡啊，也没有理他，啊，站在大殿当中啊，抬头看着佛像，叫了三声就死了，站着往生。 啊，这是潭西老法师啊，在《影城回忆录》讲到这个公案啊。那么我们在《净土圣贤录》也看过啊。在近代啊，啊，这个过去大概一二十年前了啊。我在中立上过年呐啊，他们有一些放生的一些鸡呀、啊，公鸡。 啊，天天放佛号，啊，那其中有一只大公鸡，非常大，啊，念佛往生了、啊。那往生呢？当时瑞相很好，所以他们就放在大殿，啊，放在大殿了、啊，放了三天。啊，等我去主持佛期呀、啊，啊，然后给我讲啊，那我要跟大家讲啊，这只公鸡啊往生，那只鸡往生三天放在大殿了、啊，不错。 啊，那放在桌上啊，那我去看啊，哎，我认为不错啊，真真真有，现在还是有啊，所以这个畜生道当中，他过去有善根深厚的啊，这个这个临终一念差错都在畜生道当、啊、他又遇到佛法这个缘，启发他过去的善根啊，根性比较利的，他就直接往生了。 下面讲利好相光科助总表欲鬼同入法流啊，这个就是啊第二鬼啊，共同啊入佛法，共同入佛法法流啊，这是表这个意思。 金毫相光，许多人见到佛光是金色的，这是根力，善根福德因缘成熟。啊，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人，见到佛放光是金色的光。科注啊，科注里面讲，表恶鬼虽久埋恶趣，而佛性不失。 啊、这个科注里面讲表啊表法了，表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，虽然他很久埋没在恶趣，而他的佛性也没有丧失啊。佛常说一切众生，不论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皆有佛性。一切众生无量劫来，都曾经学佛闻法，都曾亲近诸佛如来。 都有接触过了，都有学过佛，只是不听教诲啊，不听教诲，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依旧啊六道轮回。那不幸啊，又堕三恶道，堕到三途啊。但是无量劫来啊，熏习的种子多，善根还相当深厚。 众多山徒遇到佛缘，善根会现前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啊，也常常啊，同修大家也感叹啊，就听经了，听了也做不到啊，知道要这么做，但是烦恼习气来也控制不了啊。那,那干脆不要听了啊，也不要读经了，啊，也不要拜佛了，也不要供修了。 那那自自己都做做不到嘛？那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实际上讲啊，那还是要共修，还是要读经，还是要接触啊，甚至你还要讲经。那自己做不到还讲，那多不好意思呢。那有不好意思啊，那就会勉励自己了。 自己会混发了，向上提升。那么为什么你做不到？要读经，要听经，要讲经啊？我们这个是对自己熏习了，那不是教训别人啊，不是讲给别人听，是讲给自己听的了。啊，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常讲，上讲台是学生啊，听众是老师啊。 哦，我们不要以为啊，我们上台是老师，是学生，下面听众才是老师啊，他们来帮助我的啊，所以我们要欣喜啊啊，就是因为做不到才要欣喜啊。那现在做不到又不欣喜，那不是更那个善根啊，种子都没有一直加强，那那不是更堕落吗？ 啊，所以还是要念啊。但个人的业障啊，浅深不同、啊、业障深的呢、哦，那可能要练个几十年呢、啊，甚至这一辈子不行，下一辈子啊。业障比较轻一点的啊，几十年后他也会觉悟过来啊。所以这个也宣习呀、啊。 这个无量劫来熏喜的种子啊，还是要不断增加啦。那你不增加这个佛法的熏喜的种子，那你增加那些烦恼熏喜的种子，那你你怎么有出头的日子呢？啊，所以啊，虽然做不到这种熏习啊，听经闻法、读经啊、讲经还是不能断的。 这个就是熏习自己的善根。那我们一定要有个观念呐、啊，我们讲经不是讲给别人听，讲给自己听的啦，自己熏习，别人是来帮助我的啦。啊，要用这样的态度啊，所以讲经的法师啊，自己不能傲慢了啊，以为自己上台讲经啊，教训人了、啊，其实是教训自己了。啊，所以你有熏习啊，这种善根心里到很深厚。 纵然堕到山途啊，遇到佛的因缘啊，这个善根它会现啊。因此，这个佛法这种善根种子的熏习，熏习越多越好啊，熏习的时间越长越好啊。尤其是念佛法门，鬼畜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也会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也见到金色光明，这是真的。 啊、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四十八愿，第一愿就很明显给我们讲，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这些三恶道众生呐，他还是佛啊。我们再看下面，庆云好相光，庆云是五色云彩云啊，五色祥云呐、啊，啊，这叫庆云。 啊，所以我们这个零八年十月呀，啊，我们也到了这个山东庆云呐、啊，海岛金山寺啊，做百七系列啊，从安徽庐江过去啊，去那边做百七系列啊，所以他那个县啊叫庆云县。 所以百七系列啊，能够在那边圆满啊，那这个也是佛利加持啊，真的是五色祥云啊，庆云桃相光。科助此表离五助烦恼，显五分法身之祥征。啊，这个在科助讲啊，这是表啊，离五助烦恼，显五分法身这个祥瑞的征兆。 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：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。五住是从这三类扩展出来。三界见或为一住，三界失或为三住，根本无名为一住。见或见一处住地，它不是寄生的，是从分别生的。 师惑是贪嗔痴慢疑二见，欲爱助地是欲界师惑，色爱助地是色界的师惑，有爱助地是无色界师惑，这是俱生烦恼，无始劫来的习气。见思合起来为四柱是烦恼障，也称为见思烦恼。这见思烦恼就是。 造成六道轮回的因了、啊，啊，无名住地，这个尘沙烦恼跟无名烦恼合为一注啊，这两个合为一注，无名住地是根本，属于所知障，五柱烦恼破尽，就是如来果地了，啊，就是见识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名烦恼都破尽，那就是如来果地了。 啊，这个五柱烦恼破尽，就显出五风法身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庆云毫相光啊，是表这个法。千轮毫光，科住此下轮光，较闪光尤胜，表说言法，披言根入言门，或言意。 说缘法利益圆动根性的众生啊，这个法呢，圆动根性最可贵的。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能可贵的是圆动根性。所谓一闻千悟，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。圆顿根性就是《六祖坛经》上讲的上上根人啊。 有没有方法培养自己成为言顿根性？有，用什么方法？熏习。你常常熏习这个言顿经典，熏久了，你渐渐的就成为言顿根器了。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，佛法亦不例外。啊，你去造恶业、干坏事，那也是心习呀。 去接触，去学习啊！啊，所以佛法也是一样啊，都是学习。佛法因年生如何学习？常常读诵大圣言顿经典，常常读经了啊,啊！特别是大圣经典，读诵要理解，解后要依教修行，把经典所讲的道理、方法、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中。 你就不知不觉变成言顿根性。佛家常说：言人说法，无法不言；言人文法，无法不言；言人修法，无法不言。关键在善学，你会学才行。不会学，摆在你面前，你学不到。什么法是原法？给诸位说，法法皆是圆法。 不仅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，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，一圆一切圆，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。法是平等的，法没有偏圆、浅深、高下。华严经云：“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”初住菩萨所挣的钱。 等觉菩萨所证的身，浅深不二；初住菩萨所证的有等觉法，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，那才叫远。啊，所以这个《华严经》讲啊，啊行部不爱阎龙，阎龙不爱行部，行部是赤第了。 哎，在次地当中，它有炎盾、炎龙的；那龙当中，它有次地。啊，这个就很微妙了，啊，就是这里讲的道理了，啊，所以出处有等阶的法，等阶有出处的法，啊，那么一个层次一个层次，这个是行部啊，一个次地，啊，岩盾就没有次地了、啊。 啊，所以圆顿当中有次第，次第当中有圆顿，那才叫圆。科注千福之轮表六道一念千如，字词显著，圆转无碍，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，理无碍是无碍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好，那么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啊，我们就先学习到啊这个。 千轮啊，千轮豪光啊，下面这个宝轮豪光，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！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